什么武器一开始人人嫌弃，后来逐渐变香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武器平衡调整是每个版本都会做的事情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开始人人嫌弃，后来逐渐变香的三把武器，老玩家才懂他们曾经的辛酸。一、烟雾弹。在吃鸡刚刚上线的时候，投掷物中玩家都喜欢捡手雷，其他的都不喜欢，尤其是烟雾弹，没伤害，起雾时间还很长。可后来熟悉了之后才知道烟雾弹的好，不仅可以转移，还能进攻和防守，用处实在是太大了，真的很香。二、 M762 在上线时也不受玩家喜爱，因为玩家嫌弃它的后坐力非常大，比 AKM 还大，十分不容易控制，因此相当冷门。后来 M762 的玩法渐渐被开发出来，装上两个减少后坐力的配件，补偿器和垂直握把之后，它的后坐力就能压住了，这下可就太厉害了，在步枪中秒伤仅次于狗杂，真的太香了，太好用。三、 DP28 的弹容量相比于其他机枪来说太少了，只有47发子弹，换弹还很慢，射速也比较慢，携带之后还影响移速，因此有一段时间很冷门。可后来玩家发现了它的好，后坐力很低，伤害还高，而且弹道非常稳健，非常好用，逐渐被玩家接受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啦，我们下期见哦。